Hello, 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水泵的问题。其实呢，关于养龟设备的问题没有什么好聊的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十分价钱买不错。也就是说，只要钱花到位了，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。但是看过我前面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做视频的宗旨是让新手朋友们用最简单、实惠、美观的方式养龟。俗话说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虽然我只有短暂的3年的养龟时间，还算是一个小学生，还有好多需要我学习的东西，但我养龟的第一年用了大概整整1年的时间，试了好多养龟的设备和养龟的方法，也查阅了好多相关的资料，当然也是交足了智商税。众所周知，智商越高，交的税肯定越多嘛。所以这个视频呢，不会涉及到关于什么品牌更好用的问题，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选购一款适合你的水泵。首先来聊一聊关于水泵的款式问题。一般常见的过滤泵有底吸泵、侧吸泵和三合一水泵。选择什么样款式的水泵完全取决于你养龟的水位。如果你是3-4厘米的浅水养龟，那么你只能选择底吸泵，因为水位根本达不到侧吸泵的进水口。再来聊一聊，好多朋友问我选水泵应该选多少瓦的合适。其实选水泵看的不是功率，看的是流量和扬程。现在一般公认的说法是每小时过滤你总水体的5遍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水体是10升的话，那么选择流量10×5等于3824472728，大于50升每小时的流量就可以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水的容量怎么算呢？在经过我没日没夜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请教了大量的专家，经过了反复的思考，得出的结论是长乘以宽乘以高。你们肯定没有听懂，对不对？那么我来举一个例子，比如你用了一个80×40的缸，水深是5厘米，1得1 2 3得6 4 4 18 5 6 3664，也就是16000毫升，等于16升，16升乘以每小时过滤5遍，就是80升每小时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市面上最常见的这样9.9块包邮的水泵，就算是它有虚标的成分，那也足够用了。至于需不需要买更好的品牌，那就大家根据自身的条件自行选购了。下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扬程的问题。扬程顾名思义，就是水泵可以把水喷得多高。当然了，我们一般家里养龟的龟缸不可能特别的高吧，除非你把过滤放在了房顶上，所以一般的水泵扬程至少也有1米，完全够用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有的朋友可能就会问了，你这肯定是放屁呀！按你这么说，那人家那么贵的水泵，又有谁会买，又有什么用呢？那夏利也是车，为什么会有人去买宾利呢？还是那句话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好的水泵确实在静音等方面做得确实不错，但水泵又不是高精尖，在功能上区别并不是很大。还是那句老话，根据自身条件自行选购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水泵的放置问题。之前有朋友问我说，缸底下有很多的渣子吸不走，是不是因为水泵选的功率不够大？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不是功率，而是没有形成良好的水流。毕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比比谁的更大。我建议水泵和过滤的出水口最好放在缸的两侧，这样底层水流的方向就会流向吸水泵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好像暂时想不到了，希望瞎聊了半天能对大家有那么一点点帮助吧。喜欢的朋友呢，就嘿嘿嘿，拜拜了您嘞。